第三题，呈上题，如果奶鱼测量出周期大约为两秒，如果要周期延长到三秒，它如何做才可能达到目标？我们晓得单摆的等时性，单摆的周期只跟摆长有关，与摆垂质量与摆角大小无关，所以选项 B 改变大摆角是没有用的，选项 C 跟猪改变摆垂质量也是没有用的，不论是变重或变轻，要能够改变摆长，而摆长越长周期越长，两秒变到三秒周期要变长，所以摆长要变长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他要如何做才可能达到目标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换上较长的摆绳。